大不了换上一共有几片啊？嗯，大小还有十一片。大小十一片。啊，还有两片稍微小点，那个都是好。大包什么价？大包，你看这种，你看这种，啊，你看我这六公分、五公分。都是从这方，你看国家都很小，直径五到六公分。这个我原来年前时候我卖过一千，原先没一千。哎，你现在大包价还有十一克，我那两个小点给你算一克就，给我拿五千块钱，少了我不卖。十一克，哎，就是买十克送一克，哎，五千块钱。有两个小点。好，看一下哈，都不错哈，都带着弯曲度哈。你好，都看看。嗯。弯曲度和加上这个光度都很好。又飘又拖哈。对。造型时间不长啊，造型再做一不到一年，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啊？对，这个是咱黄飞同志工，从小都是大班拉出来的，从小一点点拿出来玩啊，对啊，这都非常适合新手啊，对，练练手，抓的都很好，没动感，你看看，是，像那个树龄几年的呀？树龄这是接近20年，20年的树龄，嗯，这个黄杨长得慢哈，嗯，长得非常慢，嗯，这个黄杨是瓜子吗？这种就是瓜子，小叶瓜子黄杨。小叶瓜子黄杨，对，这可就不错啊！你看，哎，小层次感啊非常好啊，层次鲜明。唯一可差的地方，嗯，这个商品上几年了？上牌去年上的。去年上的片。对。哎呦，品龄也不短了哈！一看这个根，哎呦，包根哈，非常旺盛。就这两片小的是吧？对，就这两片小的。哎呦，这个有三公分啊！这种都卖一千多哈，嗯，现在大包有点便宜点了。大包你看，今年你这么不好干，疫情又没人，卖点细点。是，啊，这都是你自己拿的行，啊，一点一点的拿出来的哈。这一盆一天能做完了吧？哎，正好一会儿。第一个功夫钱哈，哎，哎，真就是功夫钱，秋后我都一盘丰满了哈，太漂亮了。一共是十一盆哈，对，买十盆送一盆，五十块一盆，嗯，非常漂亮的一批哈，非常适合新手练手拿回去。嗯，明年哈一片一丰满哈，层次一出来哈，非常漂亮。